会嫁一个有情有义的状元郎给你们瞧瞧。我是一品夫人。醒醒姐姐。快点，我告诉他。快点。抓蟋蟀，抓蟋蟀，抓蟋蟀，抓蟋蟀！你先跑！我奶才不要回去，我奶要和神仙姐姐在一起。神仙姐姐，她是我亲生骨肉，也是我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。如影随形，她一直跟着我，她跟着我，一刀一刀的，凌迟沈家的每一个人。为了这张嘴付出代价。万宝斋的军火，什么时候敢卖军火？我爹真是太过分了，我为万宝斋尽心尽力，他居然还不相信我。奉皇太后懿旨，所有财产一律查封充公。殿下有毒。大哥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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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敢保证半年之内，这小子就呜呼哀哉了。神仙姐姐，你不要不理不睬！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！如果我像正常人一样，就可以每天逗神仙姐姐开心，每天陪你玩，可以给你好大好大的幸福。我没用，我没用！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。什么叫开颅手术呀？把你脑袋瓜给打开，到时候头就像西瓜一样红彤彤的，没打开血脑浆嘣都会喷出来的。疼啊爷，好好玩啊。什么才子佳人，分明就是奸夫淫妇。美人儿，神仙姐姐，别干我！神仙姐姐，你快走啊，伯南，要不然你也会没命的。伯南才不走，伯南就算死也要跟神仙姐姐死在一起。陈伯南，你快走啊！伯南要永永远远跟神仙姐姐在一起。神仙姐姐喜欢吗？向魏昌侯告状，透露我行踪的人就是他。他人可以走，但是这架必须给我留下。你说你喜欢我，你是真心真意爱我的。哎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帮帮我吧！豆豆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再过一个时辰，第一道阳光出来的瞬间，秘密就会全数烧毁。拿着，你可是我们沈家的长媳呀，爹往后仰仗你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娘，娘，你那么大声干嘛啊？你傻呀？那我小声一点。你们家炉子那么大，那得费多少柴火呀？你什么声
拜我娘。你和一个青楼女子谈情说爱，你不觉得好笑吗？皇上出宫这么久，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我怎么有脸去面对先皇？